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城雨落。各位觉得我会为了跟他们互动而出去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废话。除了可以早点看到他们的泳装以外，这次的手足可说是非常的优惠，花33块钱购买60龙金，可以拿到120龙金之外，并且可以拿到70张代金券。70张代金券，再加上每日任务的50张，可以在第一天凑齐120张去沙滩玩耍。我们也可以从代金兑换中看到，25张代金券可以换2抽一般抽，也就是说，70张代金券大约等于6抽一般抽的价值。33块钱换120龙金加6抽，可说是十分的划算。在这边，我们也可以看到。士兵位的泳装要1200，可说是非常的贵。在玩法方面，我们可以先来帮士兵位做拉伸运动，并且看一下他的泳装，再决定要不要跟钱包说对不起，我真的需要那种酷东西。拉伸运动的入场券在每日的100火药都可以领取2个，所以就算你不是第一天开启沙滩活动的，也不用担心，并不会少。拉伸运动的次数。至于玩法方面，就如同以前看到的那样。接下来来到我们的重头戏，帮玉藻前抹防晒乳，防晒乳。这个每天会免费送2次，所以提早进入沙滩活动的可以多领取2次的机会，1天2次，2天就是4次。涂抹的次数越多，可以领取相对应的奖励。至于下方的奖励，就是属于大课长级别的礼物了，对于雨落这种小平民是没有太大的关系。综合以上所述，雨落还是挺推荐第一天可以做手术的，第二天开始可以斟酌。以上就是雨落对于本期活动的介绍啦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